七零几啊，芹菜了啊，差一半去几几啊五，几啊五加几啊五偌济？五百。来，我来讲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个人计搞买了啊，上先给钱的先啊，三百上面只收钱，三百块啊，三百了啊，来啦，我来讲啊，再个送你三百啊，香的了。再个送你三百，看你要对面三百块，我来讲，我阁招最后一个人计，我这香很大个啊。这三我也不爱卖啊，再个送你最后一个人计三百，上面只最后一个客人三百，血管肉三百块。来来来来，这个我领了，三百给他们先。三百块，我倒嘛，我倒，我去三百场买啊，去三百场我滴个，三百了，包过了，来三百块了，来三百上面写三百，三百够没写无？真正三，老姐，三百够买来无？三百块，恁家人食袂了，想要买遐少的无？我春节总买也无偌济啦，你试食看卖，两百有人要食无？这双个啦，有人要试食，两百块啊，试试看看啦，两百块够买来无？两盒。那个四盒是两个，那四元咯，两百个买起来无？你存起来啊？存起来啊！一百落啦，试一下看嘛，这好食。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，光买光吃一百块，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，一百上面吃一百块。来看。这哦，这简单卖落啊，这卖个小小，好不啦？收着，来收着，来做一块来好无？做一块来，靠边这存起来啊！春车要怎卖？恁家有来无买着牛筋的无？牛筋到人无买着，牛筋春车。这牛筋，我的牛筋，互你食嘞，袂像厝里，食着足 Q 粗好食。这外口炒好一摆鱼仔五，鱼仔五加鱼仔五偌济？五百。三百上面食牛筋拢无啊，三百块再搁送你好无？两个人客，两个人中包，三百块无啊，包过。无啊。最后这两一百落啦，没有了，一百块，包过，一百无。谢谢。来，你迄个物件拢我摕来，我袂摕，拢我摕着。你鸡腿甲鸡仔我袂啊，你卖挂我，鸡腿鸡。袂啊，我袂袂。多利嘛袂啊，我拢做一家袂啊，多利下迄东西拢来做一家。无卖啊，无卖，无卖。人家来，拢来，拢来，拢做一家袂。春节来啊。春节来啊，那啥黑龙？有两杯子。上面啊，来版本多少个？金龙沙四。五六七八九十，来，等下，你要买穿衫啊，穿吧，这袂落去，出来这要卖三百，然后算了，要一千万，一千万，上面就油鸡腿，这油鸡腿哦，这规矩了解懂啊，这羊肉烧了好吃，这外口菜只剁过一只八百，八百加八百偌济，几块才算起来？三百唔免听好哦。一支鸡腿搁送你，一支鸡腿搁你，四支鸡腿哦，你一平两个人加买着，你钱一定爱加去，因为全部拢无好食，搁俗的物件，两百块拢来两百块上面吃，来一支块两百了，两百块，来一个就两百了，两百块都。老三，什么鸡？没有了，牛蹄上来好啊，有啊，没有。再来再来，你的这个东西啊，他那个啥是鸡啊？什么东西？那个一坨，那个一包，那个大包，那个旁边那个。鸡块，又叫鸡块。有人要吃这个吗？什么呀？什么东西都很卖，真厉害。下家刚刚有人要换啦。哦，今天哪下跳？有人要吃多利鱼吗？无刺无皮无骨，用这量做凊彩哩。啊，三块一公斤，鱼仔肉比蒜里还油，无好笑的，煮糜嘛好吃。红烧糖肚，炊。泡沫鸡、酒水银杯啊，餐厅一个吹个三百零公，三个吹个几千啊，最后一箱啊，最后一箱，这么快一箱啊！我来讲，三个人计计钱好啊。这鱼仔肉又敢那豆腐，我来讲，这个哩，两公斤六条，三个标钱，免一千八百，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了啊！来三百，最后一条啊，三百块了，多利鱼八三三百块，三百块了啊，三百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三百。来百五了，你唔捌买过，你试食看嘛。一百五，你唔捌买过，人你会惊的人，给你百五，我试食看嘛。这鱼仔肉又快那豆腐哦，百五。来，一个钱，快来倒水。百五个买起来无？一百五，最后三包百五个买来无？八块。这阿姨，迄个会所食这上拄好啊，这拢无钱的百块鱼个。后壁水包，百五最后两包上面吃。无登记，降一公里的。百五最后两包上面吃。哎呀，两百块等于一只，爽好啊！我别别要注意着啦。上面只排骨做上点的，这内底有十三至十五块包，哦，这就是甲煮一下做点心料啊。这我煮了一个抓肉啊，你若去煮迄咸酥鸡，煮一个抓肉啊，递起来，签啊，甲签两支一份，煮起来两百块，这大包的哦，两百加两百偌济。来，我来讲，我做一个够袂掉啊，来，快来做一个好不好？
啊，恁桌顶啊，看喜欢着啥，要食飞机，要食点多，拢爱讲。你无讲，我唔知你要啥，爱食啥你就讲啊。啊，我来收，我来卖啊，来。金龙三四五六七的人客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八百，爱食排骨酥，开三百了啊。三百块，再搁送你三百块大包哦，大包都要三百，阿姊啊。再搁送你啊！最后再招一个啦，拜托个啦，三百块拢给你啊啦。哎呀，哪人诶？饼啊，真香哦！来啦，包包啦，包包啦。三百块要吃无？排骨酥啊，好吃，大包的啦。那也是熟的啊，来加。没有那个要炸，他排骨酥啊。最后再卖一个好无？你有去到？你饼干要吃啊？台下起来啦。饼干才上啊，搁无啊？我先。好，你拢固定伫后壁收笑了嘛？阿明，你拢伫后壁收笑了啊？好，三四个起来。你唔捌甲我买买，我排骨酥你试食看卖，总卖春节卖嘛无啊？一百块落一百块，收当啊一百块。你唔捌买过，你是要一百试食看卖，真正好食，我袂甲你骗大包啊！一百块落一百块，真正迄苹果无啊？啊，一包要蒙买无啦，好吃遐个啦，蒙买嘛是要派一个代表出来，最后三四包有人买来无啊？快买啊！哎呀，放骨冰啊，买来，放骨冰啊，放骨冰啊！你过来要吃，你搞要吃鸡啊，几只啊？一万贵，一师傅一百，拿钱的举手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哦，你有什么想的？来包票，不要那些，妹妹到沙冈去，帮忙一下哈、哦。咱家是上有人情味啊，一百块谁拿钱没有拿到的？你敢有赔钱？我这一包送赔钱，我赔物件。玉师傅，你买这一包有人要吃无？赔你算二两的。阿雄，刷钱也无个人买，无伊无个好刷钱，你去下算二两的，我怎啊卖掉？刷钱啊，上面吃，这上面啊，三百一只，我话了啊，无啊，这卖了啊，三百块啦，刷钱啊，这做兼做几只拢会当吃啊，这是当然你莫去冲价啊，三百搁少一个好无，我处理下好无，我来讲啊，总卖嘛是安尼啊，来，拢我拎啦，三百搁一个就好啊，紧的拢我拎啦，三百块啊，总来啊，总来啊，三百上面吃，这卡拢会当吃，你莫无彩哦，这卡我平均给恁了，这卡规袋袋，这全拢包，你莫当作这袂当吃哦，这卡规啦，这拢包，三百最后一个上面没有了啦，包过了。你几个？最后一个沙发上面也拢无啊。好，蛤蟆去啊，这个不要讲。最后一个上面沙发都没有了。头一个要上。啊。百五过了啊，百五了啊，等于吃啊，拢无啊，就这差到一分。叫阿明收了啊。A 辆车平起来啦，上好卖甲卖卖啦，有人要吃 A 辆车平无？沙发面几啊五面啦，200块了啊。一包两袋，一袋只好百五两袋，三百加三百，六百加三百，九百加三百，1000，总共8袋给你。200了啊，来200上面吃，200块鸡蛋虾饼，200块好吃又便宜，200块。100了，没有了，100块。阿姨要不要包回我？送你免钱。要吃啥？煞来用起来我袂买。有人要吃羊肉卤、牛肉卤无？羊肉卤、牛肉卤这两项有人要吃无？羊肉卤、牛肉卤有人要吃吗？没有。牛肉卤可以不？牛肉卤对。全部几包对无？可以不？太普了。嘿嘿，上面吃牛肉卤的，400的收钱无？400块，来收钱。拿起来。这一包20袋1000块牛肉，后边搁一个，一包煮了600，这两包1200400了啊。三个吧，后壁你唔是要来吗？啊，无伊面位后壁抽一个钱来，头前面讲一个啊，唔是头前啊，哦，400上面啊，上面一包，400了，你后壁要一包嘛是400。公司规定啊，200了啊，讲笑啊，200了啊，上面一个食袂到买200，食袂到买200了啊，今日啊200够要吃啊，大只啊，你唔要搁考虑啊啦。最后三只啦，200买啦，拢无啊啦。今仔要到50包卖了了啊，200，美女你好，
两包，你有要吃无？好的，谢谢。最后两包，两包。我这样提过了吗？最后两包，啥物事？两包好无啊？最后一包两包无啦，拜托恳求你啦。最后一包两包，啥物事啦？一包好啦。来来来。无啦，迄要四包的，你要哪一队啦？哎呀，啥物四包的？第一队啦。哎呀，无咩。一包买伊啦，剩只一包后尾我留。阿不中啊，买一队。哪里的杯呀？阿无你讲来来来。有哪里的杯？无啦，迄要四包，第一队要遐有啦，对吼。叫我一队的，我讲哇，伊要叫我一队，我来来来，我当作要创嘛。有人要食三百二无？全部一斤百二，全部五斤六百块，全部四个人客，四个平时三百面鱼啊，五面一百块落来拢无啊，一百块上面吃今天主餐，一百上面吃一百块。好嘞，一百无人吃，十块就好啦。你啊，十块客客重要，一瓶五个就好啦，十块客当去吃，至少卖一百。十恁这人我敢拢做袂通，我一百无爱买，买十包啊！包个啊，包十包个啊！迄个什么啊？哎，可以啊，大家先卡了。来，分了，蛤蟆有几钱？分了。蛤蟆几块？这有几十块，无几十块你唔好开哦。过来，你袂差啊，真正好呢啊，真拼命个哇！沙发后边，系啊，阿连沙发后边，后边喺呢条喎，后边系啊。什么礼物？蛤蟆呢？好料。伊迄是沙发拢伊个呢？冇紧冇紧，你先给一包。啊，你搁给一包，迄个美女个。来骗人呀！那是三百一元啦！你给这你当三百一元，没人给哦。你给啥嘛？哦，一百呀！来呀！骗唔少呀！骗过来啦，骗过来啦！安尼对啊，安尼就对啊，规个生肖咯。